最近同经理人发生假约纠纷的 Jam， 虽然问题仲未解决，甚至有机会要对簿公堂，但是 Jam 近日就仍然好努力咁为巡唱演出。而早前在马来西亚云顶开唱的 Jam， 由于巡唱的地点位于海拔2000米，空气稀薄，又唱又跳的 Jam 当晚唱到一半翻后台的时候就觉得头晕和缺氧，需要吸氧气去维持体力。看来巨肺这次都终于遇到对手了。事后 Jam 还在社交平台铺了张在后台拎着氧气罩吸氧气的相，又留言说这次是人生第一次吸着氧气开演唱会，觉得很难忘啊。